近日，当红韩剧《泪之女王》未公开的吻戏场景曝光，顿时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大家纷纷留言调侃，表示你俩这么会亲，怎么不放在正片里呢？此前，《泪之女王》以惊人的 24.9% 高收视率完美收官。剧中男女主角金秀贤与金智媛更是凭借精湛的演技和超高颜值，瞬间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而幕后两人甜蜜的互动更是让粉丝们激动不已，爆出的花絮中二人多次牵手，粉丝们纷纷直呼太甜了，简直是售后发糖。此前二人还在节目中对着镜头接连比心，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请原地结婚吧。泪之女王的圆满收官不仅让观众们回味无穷，更让金秀贤与金智媛的荧幕形象深入人心，两人默契十足的演技和深厚的友谊也让粉丝们更加期待他们未来的合作。相信金秀贤与金智媛定能携手创造出更多精彩的作品，让我们继续沉浸在